我现在辣辣上海武康路，跟大家讲讲搿条马路的故事。武康路北起华山路，南到淮海路，长183米。搿条马路原来叫福开森路，福开森美国传教士1907年伊出钞票修了搿条马路。我第一趟听到搿个名字是辣辣1980年，当时上海辣辣放一部电影《保密局的枪声》，电影里向两个地下党员接头对暗号，就讲到了搿条马路。先生，这是福开森路42号吗？不，这是24号。那么42号怎么走？往前走第三个弄堂。谢谢您，先生。秀英，武康路两旁边有交关花园洋房，交关名人故居。武康路67号，陈立夫旧居，民国蒋宋空城四大家族，陈就是陈姑父陈立夫兄弟。陈立夫浙江吴兴人，曾经担任国民党秘书长、民国教育部长、立法院副院长。陈立夫旧居两间主房间六角形的，蛮有特色的。从院子里晒的被头搭子衣裳来看，现在搿搭住了72家房客。内部楼梯满是灰尘，年久失修，走上去吱嘎吱嘎会得发响的。昔日的辉煌已经褪落。大陆解放后，陈立夫逃到美国，问朋友借了眼钞票，开了个洋机场。不料一场火灾，洋机场全部烧光。陈立夫找到老婆两家头，一道加工皮带，赚取生活费。从四大家族落魄到一副后水箱。武康路41号是唐朝年的旧居。唐朝年，广东香山人，民国的第一位内阁总理。唐朝年旧居是西班牙风格的洋房，大门的装饰华丽又细腻。两旁边是螺旋式的石头，上面是精美的装饰浮雕，既有西班牙风格的热情奔放，还有巴洛克艺术的标新立异。抗战爆发后，蒋介石怀念唐朝年，勾结日本人当汉奸，就命令戴笠拿伊做脱。下面故事就有点血腥了啊！军统了解到唐朝年欢喜古董，1938年9月30号，四个军统特工装扮成为古董商人来到唐家，伊拉带来一只古董花瓶。里向扛了一把小钢斧作为凶器，趁唐朝年欣赏花瓶的辰光，图穷匕首急啊！唐朝年脑浆飞溅，到了血泊当中。生活做好，杀手来到门口，嘎吱嘎眼讲了几声再会，随后匆匆逃走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剧情大反转。由于唐朝年当汉奸没证据，民国政府承认杀错他人了，发拨了家属5000块大洋作为丧葬费。唐朝年死得来是莫名其妙啊！武康路湖南路口湖南别墅，围墙上面的护栏由细竹管编出来，外面涂柏油，上海话叫枪篱笆。湖南别墅周佛海旧居，周佛海湖南榆林人，参加过中共一大，后来叛变当汉奸，是仅次于汪精卫、陈公博的汪伪政权三把手。当时上海有个女作家张爱玲，伊个老公胡兰成辣辣周佛海手下头做事体的。有一趟，夫妻两家头到湖南别墅来做客，张爱玲听到一只案子，就是中统特工陈平时利用美人计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春的案子。后来，张爱玲根据案子写了小说《色戒》，导演李安又拿《色戒》拍成电影。电影最后，女主角王佳芝开了一部三轮车，搭车夫讲到福开森路去。福开森路。上面讲的兜了一只大圈子，最后还是回到了福开森路。湖南别墅的故事还没结束。解放后，陈毅、邓小平两家人家住了搿搭。陈毅住了一楼，邓小平住两楼。一开始，陈毅还不肯住，伊讲汉奸的房子哪能好住啊？邓小平就劝伊了。现在房子回到人民手中，性质不一样了。经过劝说，陈毅才肯住下来。1962年，毛主席的前夫人胡志珍到湖南别墅养病。一直住到1984年去世。单单一幢湖南别墅，就有介许多名人住过。武康路真是一条有故事的马路。
我们前面讲了几集的鬼岛盛况，可能大家都觉得鬼岛